吃饭，我们烧排骨，豆豉炒虎皮辣椒，还有酸辣生姜。今天吃面条，加辣脆。
肉末面，吃辣大鸡腿，然后香辣梅豆腐，牛肝，还有姜干，都非常好看，过上黄瓜。这个梅豆腐我已经放了有20多天了，好香，鲜香麻。
这家就没饭。